我非六一而的六一快乐，这才四月份呢，还没到五一呢。感谢一猫党的兄弟们，谢谢我们的吴毅哥，谢谢我们的来逛逛，还有我们的彩涛哥，还有贵在坚持下面娘，谢谢我们的龙姐，谢谢西门哥。你们是打错了吗？现在还没到五一呢，我看哪天，明天是五一吗？哦，明天是五一了。帽子有点懵懵什么？唱完这首歌，我们开始摘召集了啊！有点萌哈，这看时间长也变成小本了吧？祝我新年快乐，还有八个月呢，还有七个月呢。我从小就在那东北长大，寒冷的冬天那飘着雪花，红红的干辣椒香白花，穿着那大棉裤去打出溜滑，东北人就说那东北话，猪肉那炖粉条香飘人家，热热的炕头上唠唠嗑，上香菜的人呢，他叫翠花。东北的冬，东北的情，雪花里飘着东北人的梦，脚踩着雪地高高的响嘞，那声音可以说是最拉好听。东北的冬，东北的情，雪花里飘着东北人的梦，大秧歌扭出了东北的美，东北人最爱那东北的冬。我从小就在那东北长大，寒寒的冬天它飘着雪花，红红的干辣椒香外挂，穿着那大棉裤去打猪溜滑，东北人就说那东北话，猪肉那炖粉条香飘人家，热热的炕头上唠唠嗑，上酸菜的人那他叫翠花。好，大家就可以送这个了。摘肉已经开了，没有点击的大家可以帮忙点击一下摘肉。欢迎丁丁哥。苹果手机太更了，给大哥邮给我华为手机吧，哥。但是人家用天猫抽，真是的，操心。集结没有点了，大家帮忙点点集结，开过了都可以免费的点集结。谢我长江哥，欢迎我龙二姐，谢我长江哥送来了本场第一个亲人。给长江哥应该唱一个那个啥呢？马小胖咋还没到呢？马小胖是这样。欢迎红毛猪。我等的人他还来吗？孤独的等着他，等着他残酷吗？啊，小胖，小胖他不是跟我一个姓儿。我心里的飘呀如雨花，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徘徊着。欢迎荣耀哥，你家胖啊，家哎32麦呢。我给长江哥来一首，
来首歌。长江哥有没有啥想听的？要去哪儿？去的哪儿会好吗？欢迎逆风飞扬哥，小胖是捡来的。小胖不是捡来的，小胖呢跟我不是一个姓，他是舅舅家的。谢谢我们的忽悠，谢忽悠，把小胖抬高点，别的他影响了我，他要开直播，场控都得跑，大哥也得跑，粉丝都得跑。欢迎王阳哥，今天在那个某音发刷到。行，记得帮忙点赞刷到我，非得讲几句不让他讲了，疯啥的。谢王阳哥，每次的第一个真爱召集咋都这么多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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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哥你有没有啥想听的？那我找一首歌送我长江哥，你要没有什么扣字的？咦，这不是我鲤鱼吗？鲤鱼啊，你还欠我半价鸡身呢，你才送了一个鸡翅膀。我告诉你啊，我的小本本可记着呢，你唱啥都好听。好嘞。来个这个吧，你换那个叫什么了，就是打扣哦，我也爱打扣是吗？啊，对，实力打扣那个，对对对，那个刚刚那个是1500的，我看你家好像送了有你那个。拜拜菲儿姐，拜拜拜拜。师傅啊，谢谢！输了不给分嘛，输了不给分，赢了，输了不扣分也不给分，只有赢了才能给。谢谢师傅，感谢师傅。我把这首歌唱好了，谢谢大家。哎，我的妈呀，第一把就这么猛啊！我愿陪你去走天。是
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等一等一等，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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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兄弟们，能准备一个小飞机的兄弟们，帮忙准备一个小飞机。能准备一组六六，我们准备一组六六。能凑个百元吧，我们凑个百元吧。召唤已经过去了，但是没有点击的兄弟们，帮忙点击一下。是啊，欢迎白开水哥，白开水哥，你我没直播你就对墙给我，啊，我要马甲哥，是你对墙给我整了10000多，一会儿乱斗的时候，那个白开水哥，你要方便的情况下，你刷那个心动选票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 PK 的票，那个球啊它不算数的。等会儿啊，我扣下文字，人家问我不知道咋回事，我扣回一下。欢迎十一秀哦。没有开摘肉的兄弟帮忙开一下摘肉啊，那个叫凉白开，这个叫白开水。凉白开水，那个大哥自从那个啥之后改了名了，叫凉白开水，他叫啥都行。欢迎我麻子哥。小师傅一个人，大师傅今天有事，他上了2个号，得了啊，谢谢大家。能把那个搭把手的兄弟们搭把手，我们涨涨积分就行，谢谢大家。看那春光早，喧闹了枝头，花瓣颜色。小宝宝，
还好上次没有遇上菲儿姐，不然的话出来摇一摇了，我不知道这个摇一摇都能摇出多少。上一把摇的话，我觉得你们家应该可以摇出很多，不多啊，这个多一点啊，这个多一点，我不知道下次能摇到多少。你昨天也摇的多，昨天摇的是1000多个吧，呀，一千多个，昨天摇的是20000多票，27000，啊，对，也昨天摇的是最多。喜欢我们的那个，你叫白日梦吗？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喜欢那个我们对面的小妹，你可以点点关注。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好记。菲儿姐，我们可以加个好友吗？好呀，北明，你去送一下答案，谢谢，感谢马哥，谢谢天道师傅，谢谢后岛师傅。好，谢谢菲儿姐。嗯，客气啥？那碰着两次我都不好意思了。没有，菲儿姐是真的是实力很强。别摇了，已经是最多的了。那我下把还能摇了吗？我第一把没有赢，第二把赢了，第三把赢，是不是还有一个第四把？嗯，可以，对，连赢三把。嗯，北边你去送一下答案。你平时的话唱歌多吗？不多。你平时聊天多吗？嗯，对，尬聊多一点。嗯，不要摇了，已经是最大的了，是吗？那不能摇了吗？应该是三局就，你刚才是不是开了一把吗？啊，你到期了吗？他们说，我还没有到期。你什么时候到期？他们说还有说你到期的。你播了多久了？我播了一年多了。嗯，来了。嗯，好嘞，你加一下我的好友。因为我是那个金牌出身吧，对，我应该播了一年多，我还有2天。好嘞，要不宝贝儿，哎呀，剩的不多了，我们聊会儿天吧，我还想再唱一会儿呢。摇的多，摇的越摇越多，一把比一把多的。哦，这个是一把比一把多，谢谢，下回再接着摇。嗯，他们说是不累计的，我看了也是不累计的。好了，菲儿姐，发过去了。谢谢。再剩一场就可以提了。嗯。哎呀，其实他是两把也可以摇吗？嗯，他是两把就可以摇吗？剩第三场就可以提吗？这样子吗？对呀，你有提过吗？
不是，我每次是连赢第三场的时候我再摇，然后摇完自己，然后他直接就是。那你第三把能摇出多少啊？我今天摇的多少？我今天摇才我摇了500多，昨天摇了将近2000。哦，那拜拜拜拜，时间到了，嗯，哦哦，没事，那就摇呗，反正免费的，那不管积不累不累积就摇吧。好，加一下好友啊。越摇越多，反正摇了也没啥坏处，那就摇吧。还是我耳机坏了吗？嗡嗡的。啊，坐着。哎呀，所有的东西不都有尝试吗？摇，少了你们怕什么？最后一把了，能梭哈的兄弟们帮忙梭哈一下哈，谢谢大家。如果说你包裹里边有这个，一分钟之后我们先聊会儿天，我感谢一下我们的上榜的兄弟们。如果说一分钟之后，谢谢我们的都博，还有闪电哥，谢谢我们的石哥，还有我们的易贤哥，谢谢二炮哥，还有真武啊，也谢谢我们的龙儿，还有马哥，谢谢天道师傅，谢谢厚道师傅。嗯，这歌不好听。梭哈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两天呢，我就影响了大家这个抽奖呀什么的，有的喜欢抽奖。等会儿我们不玩这个，你就平时别的乱斗，就输赢无所谓。你们想抽奖、想刷鱼、想刷球的，对，你就能清号就帮清，清号能上呢就上，最后一把，最后一把，最后一把了。剩一场就可以把赏金提走了，就是清号的意思吗？对，就是清号的意思，就是能帮忙搭把手的兄弟们就帮忙搭把手，好不好？嗯，我把召集开一下，完了别让师傅一个人啥的。嗯，谢谢师傅辛苦了，也谢谢那个，也感谢马哥。我还有一块也行，记得必须要刷那个啥的，刷那个 PK 票和心动选票。我把集结开好了，完大家没有点集结的兄弟们帮忙点集结，点完集结我们就开始，绝对赶趟，绝对赶趟，今天不打六场了，就打三场就完事了，就打三场就完事了。我把集结开一下，没有点集结的兄弟们记得把集结帮忙点一点，这个地方有个集结，也欢迎后进来的兄弟们，进来的直播间的兄弟们，没有点上方关注的大家可以帮忙点点关注啊，谢谢大家。有好多进来的好像都没有听过我唱歌吧，要不我给你们唱个歌，兄弟们能准备一首的帮忙准备一首。今天是最后一个集结了，一定要过啊，一定要过，虽然送了一个黄马，还有7万的红钻，大家可以瓜分，加加油加加油，一会儿唱完这首歌了，过完集结我们再弄啊。
了集锦就可以喜欢菲尔的货一直在看菲尔直播的没有集结的点点集结今天最后一个集结如果玩游戏切换一下这个界面回家把这个集结点也没有开真爱的兄弟把真爱看一看还差14个人加加油兄弟们还有4分钟啊爱心情执着头那么执着归根结底是这个活动今天我白天瞅的时候我的妈真的冒眼了祝菲尔能摇出好的数字你得先祝我把这把赢了完了我会把你我把你的所有资料的相册还有你以前直播唱歌的视频全都看了一遍全都看了一遍对就看过好几遍就是你好几应该是你几年前播的时候了因为有你传的神曲什么的哦你先要神曲我的身体还有那会儿你打年度的时候你相册里就会传很多那会儿就是年度票什么的、嗯、然后我都看了一遍嗯是的还有什么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我要来上女主播我说我觉得菲儿姐有69军团我说有军团的女主播感觉不一样就一会儿飘对一会儿飘不能再夸了没有你也很优秀的慢慢来好的慢慢来拜拜会好起来的拜拜又说那话赔我300我就说他不累计啊你们就偏偏说累计这味道好整少了吧谢谢马哥谢谢天道师傅谢谢落叶哥还有真我谢谢狼人姐还有皮皮谢谢我的壮言还有永恒哥谢谢我的随心还有磊子哥非得跟我犟，非得跟我犟，哎，不赔一回吧，你们都那啥，都不知那啥，就赔了一回吧，知道了，嗯，还得听我的。少了300大洋，加大业的，那不行呀！你看我要说我自己做的决定，赔了就赔了，那可下你们背锅了，你们不得赔我吗？好不容易指挥错了还不行一说说呀谁说的谁赔给我
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丫头石虫抽了一条鱼合适不？当然合适了，孟行一啊，等我乱到时候你再给我放保险啊。哪去了呀？微信这个小七八的师傅母，我咋好意思呢师傅啊，谢那个啥呢，我们家的那个，我们家的这个啊，我好像感谢完了吧，我忘记了，这一天呢记性还不好。好了好了，落叶哥，落叶感谢了落叶哥呀，他不给我刷了六条鱼吗？我这个是啥帽子？就以前的帽子都好久不戴了，都以前我以前的视频有戴过，就很少，掉了吧，嗯，掉了。你们呀就不会鸟，我一说掉了守护，你们就告诉别坑我落叶哥。没事，下次牵头牛来了，一点都不会聊天儿。
你们是站谁的立场知不知道？站我落叶哥的立场，你们能站我的立场吗？那我不饿死啦！真是别坑我落叶哥，我落叶哥，你说昨天都一朵花牵出六条鱼都没支持呢，我落叶哥多难呀，是不是？给兄弟们来首歌。应该给我龙儿姐好好唱首歌，龙儿姐很少听我唱这个歌。人海里人儿匆匆过，相识相知的不多，花开呀花落，秋天也落，只有把你记心窝。落叶哥忘不了我与你拥抱那一刻，相亲相爱多快乐，小清新远哥送来的锦鲤。
好，咱们今天都已经斗了这个游戏模式，都斗了好多了。下面有说，老大老大，你能不能给我机会刷条鱼和水晶球的机会呀？必须给你机会。师傅师傅师傅，这个活动啥的我们自己就安排了，输赢无所谓，必须得给我们兄弟机会啊，是不是？嗯，可能有点飘啊，哈哈，来个乱斗。师傅你休息休息，师傅你休息休息啥的啊，我们着急要刷个鱼啊球啊票抽个奖啥的。嗯，谁说的？看看，有人说了，谁说的？我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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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的是有人说吧？拉倒吧！哎呀，没有点关注的，上方的关注，大家点一点关注。你想你想咋的？我不想咋的，我没说。怎么台风哥说我没说？我没说。一下小二 ，Hello 老大。哎呀，今天感觉像洋娃娃呢。嗯，我今天就拍照片了，完了之后我就直接那个啥了，直接。好漂亮啊！行，我们小二的给我们小二点点关注。正好我休息一下，谁说的出来表表态？你非得说谁说的干啥？我说的。欢迎小花。啊，现在刷什么都行了，刷什么都行了。像这个不是那个什么豆了，不是那个就是年度那个豆了，不用刷，非得刷年度票了。你们想刷球就球，我在想刷什么随便了，就比较随意了。嗯，想刷啥刷啥吧。哎呀，兄弟们，他打我。没有，不敢说。他欺负我，兄弟们，他站起来了，他翅膀硬了。哎呦，你家上点自验票，先找找血条，一会儿就被打没了。我不参与了，谢谢。我保到最后排名，能多拿一分是一分。谢谢师傅，感谢师傅。师傅你就挂着听听歌啥的就好。师傅，嗯，完了你有没有鱼啊？师傅，那鱼啥的打不了那个分，鱼啥的可以那个啥。丫头我挂机。好的，落叶哥，让我们的小二来首歌。嗯，打他，他敢还手打我，他家好有实力，他欺负我。师傅们，师傅对，不能上票，兄弟们。对，来吧，大哥一上票，直接我们就插根了，你这没事，师傅不动手，嗯，插个这个，来吧，老大，剩一半谁留给你啊？欢迎盛大哥，好嘞，兄弟们，他敢扒了我，行，小二，给我们小二点点关注，是连麦的哥哥来了吗？程老师找一下，能上 PK 票的尽量上 PK 票，提高多一名多拿一分，谢谢我师傅。假心那个，啊妈呀，我上吊了！小二来，我重启一下效果。
老大，你看一下微信啊，你看一下微信，我那没分大小写，你试试。嗯，那我把这首歌唱了。那棵红枣树，这对劲儿啊！哒哒哒哒哒哒哒，没错呀，我是声调声错了，好像是，不有那个插件吗？那个插件一插就插错了。嗯，感谢一哥啊，你唱吧，我闭麦，完事。嗯，好，我研一研究，这玩意整错了呀，我。所有后进来哥们啊，谢谢哥们。这连个麦给小二整的一头懵，啥情况？咋的了？怎么回事？这是？好吗？今天感谢没有时间陪伴哥。声调声错了，谢我诚信哥啊，感谢欢迎我凉白开大哥，凉白开大哥，一会儿我给你唱啊。你就没有三朵花，你非也得给你唱呀？没有点关注的上方这个有个小桃心哈，游客大爷们可以帮忙点点关注，还有点他的头像也可以关注的啊。嗯，谢谢大哥，三朵金花就行。对，你们，哼，真会唠嗑。欢迎随缘哥。你们过分了啊，过分了。没有过季节的兄弟们去帮忙给那个小二过一下季节啊，这刚开的吗？季节？嗯，刚开的。你要播到几点呀？我正常到12点，今天白天不是出去。呜呜呜呜，主要啊。大哥呀，你知道吗？你都轰动我们家所有的群了。哎呀哎呀，大哥开始对墙了，大哥大哥对墙都给你整一万了，你咋还没起来呢？我动我看的时候都13000了。走，连麦给大哥来首歌啊！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从现在就说话了。谢谢兄弟们，好好唱。总是嬉皮笑脸的多。
到这个结果，还要飞蛾扑火，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明知道这个结果再来弄，停住！一会儿我给你再来一遍。我师傅，我小师傅也喜欢听这歌。等我再开轮的时候，我再给你们来一遍。我知道你们没有听够，我都知道。但是我这不是好好想想好好唱一个直播间，要不就是跟你们聊聊天，要不就听听歌学学歌。哎呀，我好像唱低了，我想稍微找整个高一点的啊，重来一遍。别着急，两百开大哥，十一点之前睡觉都不晚。你家门前的山坡上又开满了一叶花儿啊，多想摘一朵戴戴在你乌黑的头发啊，就像两小无猜的我们玩不得过家家，你上一个泥娃娃，我当爹来你当妈，长大以后你没有告别，匆匆离开了家，而我还在那山坡上牧羊骑着马，原本以为我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瓜是蒂落你却落进将来的繁繁花，再见你时你还是那头乌黑的头发啊，只是连你藏不住你想对我说的说，等你出嫁的那天就让我送你吧，一边点头不说话，眼泪就流不脸颊，把我从梦中惊醒的是一情的唢呐啊，等待殷勤的人却变成送情的傻，
把我从梦中惊醒的是殷勤的唢呐，本该殷勤的人却变成送行的山啊光啊，手里捧着山上的野花，骑着孤独的马，你打开车窗对我说送到这里吧，再见你是你还是那头乌黑的头发啊，只是人已藏不住你想对我说的话，我说等你出嫁的那天就让我送你吧，你点点头不说话，眼泪就流过脸颊，把我从梦中惊醒的是殷勤的唢呐，本该殷勤的人却变成送情的伤啊，山上的野花，骑着孤独的马，你打开车窗对我说送到这里吧，你打开车窗对我说送到这里吧。来抢戏了，你们过分了，记得明天带个娃回来，明年带个娃啊，但明天的话有点太假了。哎呀，来了，给我凉白泰哥再整一个乱斗，兄弟们有票的我们可以走走票，有球的来点球，有鱼的话一条鱼可以卡黄，一组一三一四水晶球也可以卡黄。进步，亲手把你的胖送走了，扎心不？师傅啊，就送到这儿了，回吧，回吧，莫送莫回头，回吧。为什么呢？Hello，超级大龙。Hello，Hello，菲儿姐，晚上好。啊、嗯，晚上好，晚上好。我叫李梦瑶，是一个有点魁哥的主播，很高兴连到你。嗯，也很高兴连到你。那瑶瑶你先来还是我先来？嗯，那你先来吧，菲儿姐，给我点时间就好。好，好嘞。我白开水哥还要听啥歌了？刚才说的我没给唱呢，再给你来一个，再来一遍。对，为什么？我说了嘛，再唱一遍。这个为什么没有 DJ 的好？九岁的蝴蝶唱过了。我这几个大哥都喜欢听这个歌，站起来好好唱啊。为什么先说爱的先不爱，好动心的都不死心，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繁花落尽只看到两个字伤心。为什么谎言总是看不破，幸福总是嬉皮笑脸的等着我，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你丢弃的玫瑰还坚强地活着，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你如此的冷漠刺痛
歌，像那谁说一首歌又来一碗。对，演唱会好值钱哦。来吧。好的好的，嗯，感谢谢谢谢谢花心，大家坐坐沙发。好，感谢谢花心。好听，要不你把这个歌唱完了吧，一会儿我也把我这首歌唱完了。行，那要你先唱完那个吗？还是我直接你唱吧，正好你接着唱嘛，一会儿你唱完了我再唱。喜欢瑶瑶的大家可以给瑶瑶点点关注。谢谢谢谢菲儿姐，谢谢谢谢谢绿绿君平，谢谢谢兄弟们。好，好，菲儿姐我已经唱完了，然后那个，要不你把那个特别好听的歌给我们唱一下吧？感谢谢谢大家给我点关注，谢谢谢谢。喜欢瑶瑶的、喜欢听歌的，大家可以帮忙点点关注啊！唱歌好听，长得漂亮。看不到你的
谢我们的花心大萝卜，谢谢大哥送来的鸭三鸭四，还有鱼群，谢谢大哥。哥，你什么时候听过我唱过《疯了疯了》吗？谢谢君临天下哥，也谢谢那个立福，谢谢立福哥，好听死了。还有说的，哎呀，老大你终于唱《疯了疯了》，借借那个借我花心萝卜哥的那个啥，这个忘了。人家都有你的 U 盘，真的呀、啊？哎哥，你咱俩有好友吗？那你那你怎么有我的 U 盘呢？啊，这个是瑶瑶家的大哥，我知道知道知道，我刚才上票的时候我看见了，谢谢过哥，谢谢大哥，感谢大哥。哎呀。疯了疯了，我唱一小段是没问题的，正常的话我很少唱这个歌，因为它有点高，它是原调，就是什么时候唱的多呢，就刚开始直播头两年嘛，唱的比较多，像这两年的话可能唱的比较少，但我歌之声了，那得至少得来一小段，好久不唱了，也是它可能有点没有那个有一点点瑕疵，因为嗓子有点哑巴哈。分享了，谢老板大哥。干了这一杯酒，拿起了麦克风，这一刻我比你最普通，别再自寻烦恼，一切要成清空，这份情谊让我最感动，跟上这个节奏，
首歌好久不唱了啊！你看，谢谢大哥，感谢大哥，谢谢谢谢！也再次恭喜我小勇哥，小勇哥那天你中了好几条鱼，我都看见了。你今天又中了一个虎啊！你这底儿也太好了，累死宝宝了。现在差什么呢？差个风扇。以前那个唱歌的时候不有那个彩色的头发还有风扇吗？但我不知道那个花心大萝卜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那个时候的视频是，萝卜哥常回来跟我们玩一首歌6000多，谢谢大哥，感谢大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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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看过吗？就那个，好久没来了，可不嘛，没事的话常回家看看，嗯，以前我就点这首歌，以前就点这首歌，还有什么歌？那个时候我唱疯了太高的歌少，楼兰呀。楼兰那个时候有什么歌？楼兰呀，疯了呀，还有啥了？啊，牛什么牛？那个时候唱的歌，对，那个还有那个雨花石，这个感觉听着可好了，后哈的，后哈哈。付费的你可以刷球棒棒糖都行，免费的可以刷什么？免费的可以刷就是这个他们送出了这个桃心，只要是你给我开过的真爱里边都会有免费的，每天中午12点，不是每天晚上12点，就马上了嘛，他马上就过期了，他会重新发放在这你的包裹里边，所以说每天都会有免费的，记得把这个免费的送出来，送出来半夜的12点之后呢，他还会给你
送出来，还会在你的包裹里面。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我诚信哥还差个乱斗，急什么？他们都等着呢。别着急。32个，我坐下来，我坐下来，站着也站着吧。什么意思啊？记，我看看，记谁触动哥说什么意思？我这个头像你看一下，头像上面就有一个，旁边有个真爱，那个真爱呢可以开，开完了之后你每天都给我做真爱任务就有积分，你也会涨积分。真爱十二级呢可以卡黄，完了十二级有黄呢可以送菲儿的这个U 盘，定制版的，就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你们领的都不是一样的，都是用你们自己的名字和号的。一定要开好真爱，每天来做战任务，还差36个，我小号也过完了，辛苦了，辛苦了。人间一脸盆儿，想出门脱裤子，嘿，我拽了个大屁股墩儿，我脸蛋卡住了皮，幸好没磕脑门儿。这时那边走来一个小老妹儿，你好叔，你好大哥，你有没有事儿？我抬头一见这老妹儿，长得可真带劲儿哎，还差32个，还差29个。分享是你陪的姐姐们儿，老妹儿宝贝儿，你亲亲哥的嘴儿，明天就请你和哥娶你当媳妇儿。你有换小号的兄弟换一换小号，我们之后再乱斗啊，等会儿先过一过小号，点我上方的关注再点一下就可以开了，一个月就好，千万别多开啊。还差24个人，我又不使劲唱不累的，认真唱歌是很累的，庆祝庆祝，这么好的日子，快点快点，好嘞。走来一个小老妹儿，跟我说你好大哥，你有没有事儿？这个比较喜庆，看这老妹长得可真带劲儿，大眼睛，这个可能有点喜庆的过分了，双眼皮真的是个大美人，还差21个，这个能过去啊，能不这回不拉估计也能过去了，这个比较喜庆哥。别打瞎猜，是喜怒哀乐欢乐开怀。
怎么了？啊，拿这个手巾，感觉就是要送小胖，太坏了。为什么要送？为什么要送小胖？这个是我的玩命马步，都跟了我好几年了。送亲送两次，啊，送亲送两次是这个手帕也是送亲的时候，但是不能随着嫁妆就走了呀。你这理解能力，那我那是送小胖呢，还是送给小胖啊？